那怎么办？好，快上医院走了，上医院。啊！再说，再说，说还怪像我看的。快点弄两了，丁丁啊，下来。坐地了。把车弄弄呢，你车里脏，都没有样了，都已经哦。再没有样，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一人开的，也你开多，我开多，你别让人推测是你开我开。下来把车刷刷。你没开呗？那车是男人点上的，你开出去丢不丢啊？不，你俺也会哦。哎呀，我的个乖，小小哎。就这上面可以尿湿的哈，你看看都磕上面了。下来，下来你摸哈，把车擦擦。下来，哎，不知道你今天加干净是摸呢？我加干净，你干净啊？我加干净，你干净，你加干净就不行。哎，你这脸觉得你很干净一样，穿这么狗样的，你车都脏死了。下来，快，越坐越上，你引起来，这就你天天坐在上面，这是摸。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，磕也磕不掉。都是你弄的，都是你弄的。要么什么都来我，你没开呗，你没开呗。去，把门水来。哎呀！那我去等你擦，我擦。我找你擦，我找你。磕脏死，磕脏死。还得我给你端着。啊！你不擦还不端着？别这种活不想干，你几百几百。起，快去，上面去。和鹅咋是牛一样的东西，谁擦的？谁弄的？这都弄不掉，都是你弄的。还弄不掉，不想擦、啊、那个，我天上大海透透气。妈、啊、的，把窗户开开就行了。我车里头一股味儿哈。窗户开开就行了。和鹅咋？你坐上怎么的哈？你下去，我天窗打开。哪有打开天窗的？你不用开天窗的。这一股味儿了哈。你擦了，你就把擦那窗户开开就行了。不用打呢。坐你的哈，打天窗透透气，一股味儿，憋死了都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勒个你啊！坐地了，丁丁。丁丁，咋了？难受。心脏病犯了。心脏病犯了。经过我多。不舒服。看看。这。阿弟，阿弟，快来帮下忙，阿弟这呢哈。那怎么办哈？快上医院走了。上医院。再说，还怪像我看嘞，哎，过来，装还怪像。我看你哪里这些，来哪里这些钱呢？昨天情人节家礼物都没买哦，情人节说没有钱，一分钱没有啊。那一天嘛，什么跑啥的跑啥的呀？那天结婚纪念日买两束花，昨天情人节家一束花都没看，我就问你这钱是哪里的？来，还新型的嘞，藏多长时间了？你真会藏，藏往天窗上这，过来，你回来，你看你跑的你。我看你藏哪里跑的。回来。我错了。来，谁让你藏的？来，谁让你藏了？谁让你藏的？啊！我问你，谁让你藏的？哪里钱呢？啊！哪里钱呢？来，我点点来，一十，二十。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五十五块零五毛，还有五，这哪里的？还窟窿了？啊啊！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心里接受不了啊！还装啊？啊，还装啊？我给你脸了，我看你。好乖。一点还不爱拉稀吗？我看你。愿人，下来，下来，把车我擦干净了。下来把车我擦干干净净的，我跟你说，下来，擦干净的来，我再问你一句话，别的地方还有没有？啊，别的地方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说，大点声音。没有了。地方还藏不藏了？不藏了。给五块钱。啥？给八块钱，给八块给你一个人，我手里擦干净了。擦，不擦，别丢进去。